愿记得天主的大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平安，圣父平安。我们今天纪念金教智幼圣母。金教智幼圣母开始历史非常的久，应该是从毕业第七世开始。那时候我们教会面临多灾多难，有战争，所以教宗就要求我们要把整个的教会托付于圣母，也求圣母陪伴着整个的教会。在后来在本土十六的时候，看到我们中国地区有也是一样的面临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，也要求我们把我们整个的地区也奉献于圣母，金教智幼，我们求圣母也继续保护我们、陪伴我们，所以我们祈求在天上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继续陪伴我们整个的教会，尤其是在中华地区，我们多灾多难的，我们也有母亲在，我们就不会害怕往前走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门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将你宠爱之子的母亲立为基督子民的母亲及主佑，恳求你赏赐我们在他的保护之下生活，并使你的教会永享和平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门。攻读创世纪。蛇是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动物中最狡猾的。蛇对女人说，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，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，免得死亡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绝不会死，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那果子，你们的眼就会开了，将会如天主一样辨别善恶。女人看那棵树上的果子实在好吃好看，令人羡慕，又能增加智慧，就摘下一颗果子吃了，又给她的丈夫一个，他也吃了。上主对女人说，你为什么做了这事？女人说，是蛇骗了我，我才吃了。上主对蛇说，因为你做了这事，你在一切牲畜和动物中将是可咒骂的，你要用肚子爬行，毕生吃土。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、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，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，你要咬伤他的脚跟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要赞扬欢呼上主的圣名。我
我要赞扬欢呼上主的圣名，我要高唱新歌赞美天主。上主，你实在伟大，实在光荣，你的德能超群出众，战无不胜。我要赞扬欢呼上主的圣名，愿你所创造的万物都服侍你，因为你一发言，万物造成；你一吁气，一切成形；你一出命，无人抗拒。我要赞扬欢呼上主的圣名，群山基础水而动，磐石在你面前像蜡融化，你对敬畏你的人仍然大发慈悲。我要赞扬欢呼上主的圣名。阿门。真圣玛利亚，你真有福气，因为你相信上主对你所说的话必要完成。阿门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，在加利利亚的迦拿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宴。酒喝光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母亲，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来到。”他的母亲对仆役说：“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，是为犹太人行取节礼用的，每口可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仆役说：“你们把缸灌满水吧。”他们就关门了，直到港口。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要出来送给管宴席的总管。”他们便送去了。总管尝了水变成的酒，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舀水的仆人却知道。总管便叫新郎过来，对他说：“人人都是先上好酒，等客人喝够了，才上次等的。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，是在加利利亚的迦拿行的。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，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有一次去了台中的圣爱山庄。圣爱山庄，那圣爱山庄是属于圣母在台中圣母圣亲会。那到了这个圣母山庄的时候，不是圣母山庄，圣爱山庄，到了那个山庄的门口，就看到这个门口旁边有圣母的一个画像，以后呢在那边就写了“他们没有酒了”，这个在门口。可能我进去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，也写的他们没有酒了，到处就可以看到他们没有酒了。以后呢我就问秋妮，这个圣母说他们没有酒了，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修会的精神，他们修会的精神，
与圣母说话，就是在那个迦拿婚宴他说的话，他们没有酒了，当作他们的精神。那我觉得这个修会真是很特别，他们选择圣母的说的话，或是圣母所行的事，做他们的修会的精神。他们不是用圣母跟迦伯天使的谈话，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，没有用这个。他们也没有把圣母跟伊撒波尔的谈话，我的心颂扬上主这些的圣母所唱的赞美之歌当作他们的修会的精神。他们也没有把耶稣在十字架上向圣母站在他的十字架旁的跟他讲，女人，这个是你的儿子，或是儿子，这个是你的母亲，这个当作他们的修会的精神。但是他们把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，他们没有酒了。那在跟他们在一起，跟修女们在一起看他们这个的精神，又发现圣母好像是就是一个急迫的一个人，他来参加，他是做客，被邀请来参加婚宴。他去参加婚宴的时候做客人，没有，他不乖，我说圣母不乖，没有好好的做客人。他做客的时候就在那边眼睛就到处看了，他的耳朵也好像是啪打开了，要听他们在谈是什么话。他怎么知道他们没有酒呢？是不是因为人没有喝酒了呢？那人没有喝酒，这个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酒了，他们可能还有酒，但是还在保留，等一下把酒拿出来也有可能。但是他可能也听到，也看到这些仆人们，他们可能彼此之间看了，哎，我们怎么办？可能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也圣母也听到了，那他听到了这些，他就来到耶稣跟前，把他所看到了，他所听见的带到耶稣跟前，就跟他们讲，他非常的确定他们已经没有酒了，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跟前说他们没有酒了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刚才我们说圣母没有好好的做客人，但是他的心是很敏感的，他会看到人的需要，会看到人的需要。那这个只有一个敏感的人，一个心非常热火的人会看到的。我可以当一个客人，但是我可以冷冷漠漠的就坐在那边，我不管在我的左右边所发生的什么事情，我不管。等一下我就拿我的饭菜就吃，拿 我的部分，我该拿该享用的我就享用。但是圣母他就没有这样的，他看到人的需要，他看到这个主人他们所准备的有一些的不足，所以他就跳出来帮忙。那圣母圣心他们就说了，就是圣母这样的精神就可以当作他们的精神，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要看哪一个地方所需要，他们需要什么的，他们也可以跳出来帮助，来带领他们，满足他们所需要的。这个是圣母他所做到的。那我们的刚才讲的，从逾越第七世，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多灾多难，圣母也没有冷漠的看着这个教会。面对这些 的痛苦，这些的灾难，圣母也跳出来，他要帮助。那我们说在我们的中国中华地区大地区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是需要在天上有这个母亲，这位母亲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也陪伴着我们，带领着我们，看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在灾难中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力量带到天主面前，跟天主讲，跟耶稣基督讲，他们需要你的帮助。我们要感谢有这位母亲看着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需要带到天主跟前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
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法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先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求我圣母尽教之求你